喂，喂，刘总，刘星河跟郝旺财的板材已经在研究所做鉴定了，明天就应该可以拿到结果。怎么可能？鉴定周期不是要很长吗？他们时间不够啊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说动了黄教授，这黄教授正给他们开小灶，加班加点的赶进度。不管想什么办法阻止这件事情。好嘞。哎，星河啊，哎，清晨给我寄来邀请函了。明天广安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收购我这板材厂，让我必须出席签合同啊。专家那边怎么说呀？明天有没有结果呀？应该没问题，我马上确认一下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喂，啊？那黄教授人呢？什么？哦，不好了！这怎么了？黄教授被车撞了，进医院了。哎呦，你说我这造了什么孽呀？这是，这老天爷要绝我呀！这是，不行，我扛不住了，我扛不住了。老叔，你站这儿干嘛？怎么不进去啊？哎呀，大侄子，我就别进去了吧。你不进去，谁签字儿啊？那谁爱签谁签吧。不是你进去。哎，对，算了。不是，老叔，今天你是主角，你必须进去。来，走。你，哎呀，快走了。哎呀，我还坐下边。哎呀，老叔，今天您是主角，坐上边啊。来，走。左中间，今天你是主角，来坐。哎，再往里面坐一个吧。啊，大家好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久等了啊。等等，啊，好，这边请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要宣布的事情。跟并购有关。由于大鹏板材厂没能履行和我们公司的合约，按合约规定，将工厂当抵物由我们公司所有。这也意味着，我们广安集团业务范围将从酒店管理、地产开发，扩大一步到实业领域，这给我们年底上市打下了坚定的基础。好，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。何叔，签字了。那不是说原材料解决的话，宽限几天吗？何叔，那原材料在哪儿啊？这，你还是签吧。等一下，各位，我们的产品检验有结果了。黄教授，请。等一下，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刘星河先生研发的油菜秸秆线材
不但在硬度上、密度上都达到了优质水平，而且革命性的将成本降低到了从前的五分之一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建材，也是我们荆州对全国建筑业的一次革命性的贡献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的厂保住了，对啊。哎呦，我幸福呀！谢谢您。管董事长您好，刚刚专家也介绍过了，环保板材呢是一项既环保又利民的好事，请问您对这个东西怎么看呢？啊，既然刘星河研制出这么好的这个材料，那对咱们荆州来说也是做了一大贡献。好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管董事长。这里是荆州电视台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跟踪报道。